里面哦，再把它切成四页嘛，哦啊，分别就是什么首页啊，首页的话就是考生服务网哦，那标题干脆叫考生服务网算了，反正上面叫那个标题叫102 app 有点怪怪的，不然叫这个好了 ，OK 好，那底下的话分别贴上啊，贴上之后的话呢，把它变成项目符号，所以贴上之后的话，像新书登场有没有？怎么变这个项目符号呢？选取之后有没有？底下有项目符号，按下去就好了，它就变项目符号。甚至像这个证照考试里面的考，本来是圆圈圈，对不对？要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方块的，怎么做呢？按右键，清单里面有个什么属性？属性里面呢，样式可以把它改成方的，有没有？就可以把圆的改成方的。OK， 前面变方的嘛，哦，其实不过这是网页啦，在 App 里面根本没有差，这么小一个 App 根本看不到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基本上这个是网页的做法啊，这个是证照考试网页的证照考试啊。都其实如果说你有经历过网页的那个年代，你再来衔接会快很多了。但是如果你连网页那个年代的东西都不清楚的话，哈，其实要衔接也会很困难。那其实 PhoneGap 厉害的点就是说，它可以让原来是做网页的工这个设计师哈，可以很快的也可以衔接到 App 的领域，因为不然的话，你光要叫设计师重新要再学一些新的东西，哇，那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事情。好，那这一套东西其实是真的是很快速的啊，不过就是你还是要懂得这一些啊，我是基本上是尽量怎么样帮各位把这个 SOP 哈，把它建立起来。不然说真的啦，你自己要搞哦，哇，那也是摸索摸半天，可能摸不出一个头绪来，对，而且书上面写的跟我讲的又不太一样，因为书上是有时候叫你要自己打程式打在这里啦，啊，后来我发现这边就有了，干脆在这里找好了，这边比较简单嘛，哈，哦，所以有些方法你也可以参照书里面的啊，哦，来看 ，OK， 那这边的话呢也是一样哈，哦，把它做一个这个项目符号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做完之后就是。一就是考生服务网，那下面的话会有三个连接，就连接到下面，所以基本上的架构应该了解这个架构了吧哈。那往后反正你们的 app 哈，或者你们原来的网站，基本上架构也类似像这样的，因为基本上不外乎就是一个首页，然后会连到什么什么东西去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做超连接，那超连接怎么做上去呢？基本上一样嘛，因为底下是这个是 page 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选取它。干脆这个也把它做项目符号好了哈，这地方的话呢，我们把它做一个项目符号，好，上面也是项目符号，然后这个就连接到哪里呢？底下，那连接特别注意就选最新消息，对不对？然后底下一样嘛，仅哈多少呢？仅然后再 page 有没有 page 一 ，OK， 然后呢，你可以把这个先复制起来，因为后面的话二跟三你就直接怎样，因为你选完有没有发现这又变超连接蓝色的哈？那这边的话就变成 page 2， 好，然后这边做 page 3， 直接就选它之后有没有再到底下连接的地方，好，然后贴上3，所以将来就是可以连到123，然后把它做一个 save。